长一班长高，平东县竹田乡的会计八公庙，就伫近半夜，长一十条拍了一场快神争霸战，由竹田国社会先生邱立林对上诶米佛科技大学行政处理王家贤，也两个学校唔但抢派出来支持团，还大鼓来表现气势。先从就同八公嘅竞争下展开对决，先从董导演。那今天特别选在这边，就是他一直保佑我，我也来求过了，他说我会赢。参加快神争霸战的选手是代表竹田国社的邱立林，同来自闽湖科大的王家贤，在竹田科技八公的见证之下进行快神争霸战。计时开始。比赛分组五个项目来进行，分别是用铁块的夹 BB 弹，以长块的夹乒乓球，用竹签来夹泡面，竹块的夹麦达子，还有用韩国编的铁块的来夹软角的。比赛两方设立平均，好高的比赛方式，本太敢赢也亲啦。两位先输约听，输的爱同面打麦包下来抢示范，特别爱受害快神的名号，也常对名路严守，蛮严实快的高厉害的论战，意外变作真实的争霸战。比赛结果由闽湖科大的王家贤胜出。第一届快神大赛冠军王家贤。谢谢竹田国小的莉莉老师，激起了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所有的乐趣跟战斗力。我想，这样子的乐趣在生活里面是不可或缺的。你们的头发耶，乖乖，平常恁爸爸妈妈会讲下的用筷耶嘛？啊，更加新颖的，国像马公母跳的，就是标准的用筷子的方式。嗯，不是，蛮搞哎，也许这个活动可以，激起一点涟漪这样子。最后才知道。比赛过后，两位人南宫下邱立林讲，今年会判比赛如何认真判，本小朋友机会教育，无论是情态还是说，天朝会认真做，也因为安尼，也从比赛能做得安精彩。下届新闻潘神翁频道报道。